实在是上帝的恩典，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呢，在2000年前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还要为我们再来。这是我们相信圣经的人啊，一个最基本的信仰。我们基督徒呢，能够庆祝复活节，那是何等欢喜快乐的大事啊！因为呢，复活节是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Amen. 古往今来，普天之下绝无仅有的、独一无二的复活节，乃是庆祝我们每一个人呢，天天所爱的、日日所盼望的耶稣基督的死，而且复活了。如果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死，然后呢，就成为一个据点的话呢，那我不会信耶稣，我相信呢，基督教呢也不会存到如今。感谢神，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基督教之所以能够越受迫害，越发兴旺，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何等何等的确据，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推翻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这不是一个传说，更不是一个幻觉。多少人想要否认耶稣基督死了没有复活，但是呢，只要他认真去查考，认真去研究，他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呢，他是复活了，他是复活了。所有的宗教家呢，他都留下坟墓，而且呢，那个坟墓呢里面还有，比方说佛教的教主，那个坟墓里面还有释迦牟尼的骸骨；比方说回教的教主穆罕默德，那他的坟墓呢在麦加坟墓里头还有他的骸骨。可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他的坟墓是，大家说，空的，是空的。哈利路亚，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如果今天任何人可以找到耶稣基督的骸骨或是所谓的牙齿的话呢，那我们圣经呢，那只是一个神话的传说，只是一个神话的故事。可是呢，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我们就完完全全感恩信靠。我们本来呢，进入了这个礼拜呢，全教会正在读哪一卷书？列王纪上。有人已经按照进度天天在读列王纪上了吗？至少呢，师母每天呢都会在睡觉之前呢就把美言美言呢发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希望有那本书籍的人呢，能够逐日逐夜的根据美言美言来读经祷告灵修和成长。那如果有些人呢，基于种种因素状况没有那一本书的话呢，那你至少要把师母每天发给你的美言美言要如何看一下，要好好的吸收，好好的吃喝。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之后呢，我们要不断的要汲取领受天上来的玛纳灵粮，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不断的成长，长到最后呢能够成熟，被磨成，长成了耶稣基督的形象跟样式。所以呢，我们目前正在读列王纪上。那如果今天不是复活节的话呢，我肯定是跟大家分享列王纪上。为什么呢？因为神恩待活水的圣教会啊，说真的，目前世界的局势，所有的
眼光焦点集中在什么地方？我们每天所关心的是亚洲的，还是美洲的，还是欧洲的大事啊？上个礼拜，尤其昨天呢、啊，是号称北韩的开国的，北韩的开国的，他们所谓的国父的105年的诞辰，也是他们所号称的太阳节。然后呢，金正恩在平壤的广场当中举行了什么？举行了阅兵典礼呀、啊。虽然川普呢，透过美韩的军事斩首演练呢，可是我们所谓的金三胖，有没有丝毫的让步或惧怕？有没有？没有啊，他反而再三恐吓，如果美国要如何如何的话呢，他呢反而要先发制人了、啊，要和世人呢同归于尽。还不是我们当中有好多所谓的东北的、沈阳的、吉林的人啊，在鸭绿江办的那些人啊，会遇到一些特殊状况，而是全世界啊都有可能遭到灭顶啊。因为金三胖呢这个疯子呢的的确确引人众怒啊，一个全世界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竟然要打一个全世界最超强最富有的国家，那这个在逻辑思维当中你们如何去取决？当然很多很多的舆论呢都在思想说，到底这个朝鲜半岛会不会打？很多人说会打，很多人希望打，很多人呢也认为不会打，到最后呢两败俱伤会如何如何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列王纪上来思想朝鲜半岛的北国跟南国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读圣经有没有乐趣，有没有意义了？哇，真是特别。你看看我们教会正在读这个列王纪上啊，结果世界局势呢就要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思想这个北国和南国的故事啊。所以列王纪上呢就讲到，从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人自从以色列的国父就是雅各是十二支派的这个祖宗，对不对？那雅各呢，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整个创世纪呢本来可以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美好和平，可是呢因为人的犯罪堕落，结果创世纪的末了几章告诉我们，世人呢反而进入了埃及。那在埃及的处境当中呢，人就失去了尊严、自由，人就失去了那个意义和价值。感谢神，神就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这位所就是摩西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呢，能够让所有接受当年的逾越节，耶稣基督是预表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任何人呢只要在他的房屋的门框跟门楣上涂上羔羊的宝血，而那个人呢就可以免受天谴，那个人呢那个家庭呢就可以得着平安，以至于呢就能够非常顺利的出埃及所以整个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的结尾呢进入埃及，接下来呢神要帮助我们能够出埃及，然后呢创出利民生那利民生、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呢就告诉我们，他们出埃及之后呢在旷野漂流38年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原委故事接下来呢就告诉我们了创出利民生书约书亚记，就带领神的百姓呢能够终结旷野的漂流，而能够凭信心
进入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啊，创出利民生舒适得洒洒，感谢主啊。那路德记之后呢，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啊。我们感谢神，活水的上教会啊。如果你认真来参加逐日敬拜，你是五年之内呢，就可以把全本圣经66卷书如何全部听完一遍啊，听完一遍啊。所以五年你只要每一次都来，即使你有某些重大事故紧急事情来不了，我们网站当中呢都有我们的主日讲道，所以我们是五年呢就可以把全本圣经呢讲完一遍啊。所以我们也就在前不久呢讲过了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那撒母耳呢是开始了啊，神特别恩待怜悯他的百姓呢，开始建立了所谓的王国。可惜啊，透过啊，就是神的恩典怜悯呢，所建立的王国，真正成为联合的王国，总共多少年？总共只有扫罗的40年，加上大卫的40年，再加上所罗门王的40年，所以统一只维持了几年？120年之后呢，就分裂了。就分裂了，分裂成什么国？就如同朝鲜半岛的北国跟南国。那如果大家读列王记上，我真正希望大家用心认真去思想啊。那根据就是所罗门王之后呢，所分裂的北国跟南国，北国有多少王？我希望大家好好去算，从哪一个王开始，哪一个王结束？那这些王呢，神怎么看他？那南国呢有多少王，从哪一个王开始，哪一个王结束，那每一个王各有多少年，那神怎么看这些王？神的看法和人的角度是全然不同的。那透过这些你也来了解一下我们整个世界的局势，有很多很多的北国跟南国，除了朝鲜半岛之外，包括中国，如果要划分北国跟南国，可不可以也如此来看待？可不可以？中国算不算一个北一个南嘛，对不对？北国很大，南国呢？对不起啊，我们讲这个中华民国啊，对不对？所以也是啊，所以你去看整个世界局势呢，你都可以从列王记上下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上帝要让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让普天下人。让基督信徒呢要好好研究，好好研究。那你研究的结果呢，你就会发现世界上的所有国王都是要人民替他死。请问金胖子会替人死吗？川普会替人死吗？所有这些王啊，他们的思想架构，他们的内心动机呢，都是你死我活，你死我活。可是啊，耶稣基督他本来是万王之王，是天地时空的主宰，竟然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一生向我们显明证明了，他是我死你活。哪有一个国王愿意替人民死的？除耶稣以外，所有王都是人民百姓替他死，替他卖命，唯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如果你还没有被这样的爱所感动的话，是在求主唤醒我们，是在求主帮助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这位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谁呀？他不是北国的20王当中的一个王，也不是南国的20个王当中的一个王，他乃是谁？他乃是宇宙的大君王。这位大君王呢，没有耀武扬威，这位大君王呢，没有在做运筹帷幄，这位大君王呢，他一心一意呢，就是要爱你，要救你，然后呢，竟然为了我们这一班本来该死的罪人呢，
被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主，实在感谢主。所以我们读列王记上呢，如果你好好从神要你看的角度来思想的话呢，你就晓得，因为北国呢有20个王，这20个王呢，就人来看，哇，他的军事、政治、经济、内政、外交可能也相当不错。可是北国的20个王呢，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没有一个王是好王。当然，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呢，啊，你说这个北韩是公认的，可以说算是举世所公认的，金正恩是好王还是坏王？好王还是坏王？啊？你们有认为他是好王的吗？啊，当然，金正恩呢认为川普是最恶的王啊。那你要看神怎么看，对不对？神怎么看？好，那南国呢？南国号称是正统的，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啊，还继续传承的啊。这个南国，南国总共也有20个王，可这20个王里面呢，有谁知道说有多少王在神来看都是坏王？有谁知道？都是坏王啊！连大卫的后裔啊所啊维护的啊坚持的啊这个王国呢，总共有20个王前前后后，结果神说只有8个王，神看他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其他12个王呢，都是恶王，都是恶王。感谢神，历世历代，各国、各民都有许多许多王，只有一位王是在神眼当中看为十全十美的王。请问大家是哪一个王？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何等恩典，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乃是十全十美的王，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呢，他竟然愿意替我们这班死，替我们这班人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确要感恩，感恩，再感恩。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思想的乃是耶稣复活，证明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句话：成了。哈利路亚，成了，成了。除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宣告他人生的目的使命已经完全达成了，所以我们在复活节呢，来思想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先来祷告。阿爸父，我们何等感恩，也何等庆幸，是你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临世间，为我们这般该死的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让我们因信的人能够罪得赦免，被上帝宣告称义，以至于基督徒就可以享受这白白的救恩。天父，我们恳求你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万民欢腾的重要复活节日，让活水得胜教会的每一个人不是单单庆祝而已，乃是去思想耶稣基督为何替我们死，又为何替我们活。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复活的生命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主啊，恳求你让这样的复活不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知识，或是
我们的一个客观的理解，让这样一个复活呢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也成为我们有福的确据。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个来到圣殿的人呢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从天上来的复活的荣耀生命。孩子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圣名，阿们。好，我们来思想三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证明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第二个呢，证明耶稣基督是绝对的真理。第三个，证明耶稣基督呢他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第一个来看，唯一的道路，太多太多人呢都相当相当的愤愤不平，说你们的圣经啊，你们的基督教啊这么霸道，这个所谓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偏偏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到天堂，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万教归宗，对不对？这个上帝呢应该是博爱的，应该是包容的，信什么应该都可以去哪里都可以到天堂去，只有你们信耶稣才能到天堂，岂有此理。所以太多人呢一听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呢，实在相当相当的感到不平。但是呢，我们话说回来，世界上请问有哪一个人有资格成为全人类的代罪羔羊？当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逾越节的时候呢，是一只羊替一家人流血舍命，对不对？是一只羊可以代替一家人，那这已经够大了。那我们中国人常常流行一句话说，一命抵几命啊，一命抵一命。那有哪一个一只羊或一个人呢，他可以代替全人类的罪恶？而大家都是聪明人，好好去思想，用你的头脑去 search 一下，从古至今，这四面八方，你说哪一个人他可以担当，可以代替全人类的罪恶？有吗？有吗？有吗？除耶稣之外别无他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成为人，在他的里面呢有完完全全100%的神性，又有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人性。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无限量的，是无限大者。所以呢，他这一位耶稣基督呢，他的无限大可以包括所有时间所有空间的所有人，因为无限大包括多少？包括所有。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恶。那全人类到底犯了什么罪，要让耶稣基督的独生爱子替我们流血呢？我们犯罪，请问是 teenager 之后才犯罪吗？ teenager 之后才有所谓的逆反背抗的心理吗？我们人之所以会犯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然没影响，从亚当夏娃没错。但是呢，就我们个人的一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说谎话，从几岁就开始？我们会做错事，从几岁就开始？昨天我们看到，哇，这场音乐会呢真是美妙。为什么呢？绝志信耶稣的很多很多都是小朋友啊，几十个小朋友蜂拥而上啊，哇，实在让人感动啊。我们今天夏丽老师旁边的这位小朋友几岁？妹妹你几岁？妹妹几岁？六岁。Seven。六岁。啊？六
六岁呀、啊，好乖啊，六岁。你看看啊、哦，小孩子啊，有没有情绪啊？会不会讲脏话、气话、大话、谎话？会不会啊？会。你知道吗？那些嗷嗷待哺的婴孩啊，是不是个个都有情绪化？他要喝奶的时候，你呢只要稍晚一分钟，他会怎么样？又哭又闹，不管你爸妈累不累，对不对？死活要你，对吧？妈妈爸爸一定要起来，起来干嘛？起来伺候他呀，他是小皇帝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人啊，本来应该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那么的一个充满爱，好，充满荣耀，充满圣洁，而且呢充满祥和。可是呢，人一出生，从母亲分娩的那一天开始呢，人的一生呢就烦躁不安，人呢就失去了那个从神来的那种形象的样式。所以啊，人所犯的罪恶呢，是从小到大每天每时都点点滴滴在犯罪。大家听懂啊，就点点滴滴都在犯罪。那历世历代有各种死法，非常非常多，可是呢也非常奇妙，只有一种死法呢是人不能够自我了断的死法。割腕很简单，烧炭很简单，对不对？你说切腹简单，上吊更简单，各种死法呢你要自我解决，那都是很简单容易的。那哪一种死法你是无法自我解决的？哪一种死法是不能够自我了断的？哪一种死法？就是有哪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一只手先钉在木头上，之后呢再钉另一只手在木头上，然后呢两只手再松开，或松开一只手，再把两只脚呢再钉在木头上，除此之外还要再把自己如何竖起来，然后呢公开示众，而且是一滴一滴的血流出来，从头到脚全身都是一点一滴的血在慢慢流出来。所以何等奇妙，神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呢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乃是提醒我们人的罪人不能够自我解决。人的罪呢就是和上帝的方向不同，上帝呢叫你往东，我们人如何？我们人就是往西。上帝叫你往上，我们人如何选择？人就是偏偏要往下。所以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一言以蔽之，人所犯的罪呢就是跟上帝背道而驰，和上帝方向不同。所以神呢就让他的儿子呢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何被钉，乃是要提醒全人类呢都和上帝的真理背道而驰了。而且这种方向的不同呢，不是从你三十而立才开始，或四十而不惑才开始，这种方向不同呢是从你一出生呢就和上帝的方向呢全然相悖。所以人的罪恶呢是从小到大点点滴滴积累而成，只有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来担待我们从小到大点点滴滴的罪。这叫做唯一的道路，这叫做唯一的道路。没有任何人他是流出一点一滴的宝血，而且是为你流，而且呢他是无限大，更是他
是从码头到上十字架呢，他是十全十美，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有做过一件错事，所以无罪的才能代替有罪的。任何人有罪的话呢，他都罪有应得，罪该万死。可是耶稣基督呢，他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所以呢，因着他的流血舍命，也因着他的替全人类受死，成了唯一罪得赦免的道路和方法。感谢主，他死后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向我们证明他废除了天谴。我们中国有这句话叫天谴啊，那天谴呢，乃是把这个天啊所形容的不是物质的天，乃是形容一个有位格的、有意志、有感情、有思想的天，就我们所一般所称的老天爷、天老爷，对不对？所以人之所以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亚当夏娃他选择背叛上帝，以至于亚当夏娃遭受了天谴，对不对？遭受了上帝的谴责。那这个谴责呢，用人的各种方法不可能废除，唯独透过上帝所选择的方法才能废除。所以这是唯一的道路，你必须要接受。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接受的话呢，那你更是跟上帝背道而驰，因为你把上帝所说的都当作是谎话，把你自己呢当成上帝。所以你必须要完全降服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唯独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道路，不但是道路，而且呢，这是绝对的真理。哈利路亚。什么叫做绝对的真理啊？世间呢，其实都是所谓的相对。感谢神，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一个最简单的就告诉我们，天底下有这么多的书籍，有这么多的文献，只有这一本圣经告诉你天地人时间空间万物是怎么来的。清清楚楚，开宗明义，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大家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何等奇妙啊。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天地人是上帝所创造的。那我们人呢，乃是受造物，所以物归原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信耶稣的人其实不应该有任何所谓的功利的思想，或任何就私欲的目的。信耶稣一个最基本的动机呢，其实是发现我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造物主，我呢是受造物，所以呢物归原主理所当然，没有其他的想法。哦，上帝啊，你要治好我的病，上帝啊，你要听我祷告，然后呢我才选择信靠你。那多少都有所谓利益的成分在其中。我们信耶稣的真正目的呢，乃是什么？真正的动机呢，乃是什么？大家说，物归原主。物归原主，哈利路亚。那你又讲说，哇，你们基督教何等霸道啊，只有你们圣经的神才是真神，其他神都不是真神。哇，这讲起来呢，当然实在时间又不够用了啊。那你告诉我，你们圣经中的神从哪里来的？是谁造的？自有永有。哈利路亚。对，他乃是自有永有的，他不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他还从哪里来的话呢，那哪里就是谁，那就是神，听懂吗？所以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这位创造者呢，他是万物的源头，是一切的根本，他不是从哪里来的，他乃是自由，而且永远有，自己存在，永远存在，自己光明，永远光明，自己良善，永远良善，自己爱，永远爱。
所以这是何等何等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晓得，这叫做绝对的真理。你不是自己创造自己而来的，你乃是谁创造而来的？乃是上帝创造的。所以这叫做绝对的真理。所以任何人呢，如果没有物归原主呢，在上帝的眼光当中呢，就是漂泊流荡的浪子。这位创造者呢，他天天在期望、渴盼你回家吧，回家吧，孩子，家里为你预备了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产业，一切的富足，不要再漂泊，不要再流浪了，回家吧，爸爸爱你，爸爸疼你，爸爸的一切呢都是为你。我们是否愿意体贴阿爸父的心？所以信耶稣呢，其实也不是要自己得着什么好处，信耶稣呢，乃是体贴了神的心，不辜负他，不负他。信耶稣不是满足你的需要而已，信耶稣呢，更大的是满足阿爸父的心。阿爸父的心呢，用了一个最唯一又最绝对的方式呢，要让人呢能够不再背道而驰，让人呢能够和神相好，和神啊，就神人能够和好。用什么方法才能够绝对化、公平化、普世化？如果透过捐款啊，透过出钱，哎，才能够神人和好，请问那样公平吗？到底出多少钱呢？如果透过行善、透过功德才能够上天堂、不下地狱、与神和好，那请问要行多少善事，要做多少功德呢？所以神所赐下的绝对真理呢，哇，何等恩典！任何人只要信耶稣基督，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神呢就不再定他为罪人，而称他为义人。哇，实在是恩典，恩典啊！所以因着你接受耶稣基督替你流血舍命，神呢他的公义和慈爱呢就得着平衡，得着完全，然后呢神人就因此重归于好啊。这就是绝对真理，这样的真理呢是不容许妥协和让步的。所以我们何等感谢，我们晓得创造天地人的是哪一位？是上帝。那这位上帝呢，他的肉身显现就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呢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马槽呢乃是神要启示人的一个重要的记号，代表你我他的心，人人的心呢都像马槽一般的龌龊、肮脏、败坏、卑微。正是因为人的心像马槽堕落了、败坏了，所以呢本来住在人心中的上帝呢就离开了那颗肮脏污秽的人心。但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向我们诉说马槽的爱，就是上帝愿意回到你的心中与你同在，带给你爱，带给你盼望，带给你亮光，带给你拯救。所以透过马槽，透过十字架呢，让我们晓得这是唯一的道路，这也是绝对的真理。哈利路亚。第三个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全天下有几个复活节？绝无仅有，就这么一个复活节哦。何等恩典，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复活节的主角。
那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请问他会老吗？会老吗？不会。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就永永远远荣耀青春完美耶稣基督当然与神同在。那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我们今天的周报上摘取了很多重要经文，大家来看一下讲到信徒复活，信徒呢要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请问大家是不是这个100岁的人然后死了之后呢复活成100岁的模样？那如果是如此的话呢，每一个人都选择几岁死啊？都选择哇这个18岁，哇那何等青春，何等靓丽，何等强壮，复活之后呢变成18岁，那多好。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呢，我们乃是得着一个永远不再衰老，永远不再死亡的生命，那个生命呢叫做青春永驻。哈利路亚，青春永驻啊，是不是男男女女最渴望的梦想？青春，而且呢是完美，没有玷污，没有瑕疵，永不衰残，然后永不死亡。所以在基督耶稣里信主的人要得着青春完美，而且呢与主同在，这样的生命呢是何等荣耀的，何等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可以永远活着，可是呢却是残障，却是疾病，却是苦痛，那还不如怎么如何，生不如死。但是感谢神，在亚当里呢众人都死了，因着一个亚当众人成为罪人，如今呢要因着一位耶稣基督众人要成为义人，这叫做绝对的真理。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我们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都要死而复活，而且复活之后的生命呢是青春完美，与主同在的，而且呢更特别是所谓的两情相悦，恩爱愈恒这8个字呢是形容所谓的夫妻男女之爱但是呢我觉得这8个字呢是最贴切，最亲密，最能够形容神人的这个爱情。其实神人的两情相悦这种的表达方式呢实在是不是文字或语言所能够揣摩但是呢的的确确全本圣经真理就告诉我们，神人之爱呢就是夫妻的那种爱情所以神人呢因着在基督里，因着在无限里呢是享受两情相悦，而且叫恩爱愈恒这4个字呢也只有中文呢能够让我们好好去思想什么叫做恩爱愈恒，而不是所谓的怜爱所谓的情爱，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永永远远的恩爱，而且呢愈恒到底。如何来体会跟了解什么叫愈恒？当然最好的解释就是无限，可是呢愈恒就更就是恒呢好像还有一种时间的概念可是愈恒如何呢，是已经是超越时间了。所以在这种基督耶稣的恩爱里面呢，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得着完完全全的恢复
何等恩典。我们了解夫妻之间是不是很多很多都有所谓的恩恩怨怨，有没有？如果没有恩怨，就不会三天小吵五天大吵；如果没有恩怨，就不会当初爱的呢死去活来，结果呢竟然是最后呢相看两厌，相对无言，然后呢离婚收场，就是因为有许多许多的恩怨。那夫妻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特别特别的梦想和盼望，什么呢？因为夫妻之间呢都会要求对方要用神的爱来爱，听懂吗？妻子会要求丈夫用神的爱来爱他，丈夫会要求妻子用神的爱来爱他。什么叫做神的爱？神的爱就是你不可爱我还是爱你，你去爱别人我还是爱你。可是夫妻之间能够这样做到吗？你不可爱我呢对你就如何？恩义断绝，恩义断绝了，你走你的梁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对，从此呢一刀两断的。但感谢神，我们的神呢就是爱，就是爱。你不可爱，神爱不爱你？你是爱别人，神爱不爱你？还是爱你？因为神就是爱，他对你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呢就是爱，他爱你呢爱到底。所以呢夫妻之间就是如此渴望配偶呢要用什么样的爱来爱他，要用这种神的爱。可是人是不是神？人能做到吗？人的确做不到。但感谢神，保罗说了一句话，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呀。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加力量呢，我们求主恩待啊，有情人都成眷属，而且呢在爱情里面呢能够两情相悦，恩爱愈恒啊。中国人说永浴爱河呀，起诉的结束呢告诉我们有一条河，那条河叫什么河？叫生命的爱河。那的的确确啊，神人呢和好，神人呢就在生命的爱河当中呢就恩爱愈恒，两情相悦。所以耶稣复活证明他的确是唯一的道路，他的确是绝对的真理，他的确是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要不要感谢神？哈利路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实在知道你就是爱，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天父，我们求你恩待，让来到活水得胜教会的人都能够走在这唯一的道路上，并且坚持着绝对的真理，人人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孩子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